楷模，2019年度人物。他慈悲为怀，广济天下，荣登福布斯亚洲慈善英雄榜。他就是慈善医社执行董事会主席卓顺发。从新加坡来的咱们的华人朋友，此时此刻有什么感想？很高兴看到祖国欢迎，特别高兴。获得年度人物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希望中国会强大，世界会和平。你自己呢？我自己啊，身体健康，能够照顾家庭，照顾更多人。非常朴素的语言说出了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是身体健康，所有的华侨华人在海外打拼很不容易，祝所有的华侨华人朋友们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谢谢。